来旁边停一下，你都没有在等行人的。你的证件带去我看一下，身上有没有带什么违禁品啊？没有，我没有违禁品啊。没有，看一下啊，我就看到了。没有啦，手拿出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这什么东西？同学，他在哪里啊？这什么东西？这我在用的。这什么东西？